看我吧，25个啤酒瓶儿，我去卖它去。1.5毛一个，哎，不对，1毛一个，正好2.5块。买颗白菜，买点韭菜。行，买颗白菜，买点韭菜。先和点肉馅儿。没有了，护士，他那叶没了。今儿我妈离宫了，因为我妈有房颤，她有那个叫什么什么，所以呢，我爸他呢房颤，这次看急诊呢，人家没敢给他开，怕担责任。人说人不是专业的心血管的大夫，让我们去挂一个号再去。可是我爸这不是输着液吗？就没敢带他去医院，就在楼下社区每天，反正今天最后一天输完了。可是今天下午的时候，他的心率还是高，哎呀，我紧张的不行，我爸还有点喘。后来就急了，来不及去医院了，因为我们挂的是星期一的号，星期一下午的那个专家，心血管的专家。后来我妈说吃我的，我房颤，这么着我就赶紧给我爸吃了一片，结果刚才测都正常了，心率测两次都下来了，80多下。今天好像吃了两片，他给我量没有，吃了一片，必须吃一片。我给您的是那就那么什么色儿的呢？那红的是那个您大孙女，不是，就是今天刚寄过来，就是他们说的那个。这两天心率都没低过100，这不是刚才测1.86，1.80，下来了，血压也上去点儿，110哈，高压，还有一次106，就算平稳点儿。你帮大忙了，你要是有药，我就甭去了。不行，还得去。我说不是，对对，不用直接去了，吃的先能缓了，行不够？是啊，够礼拜一去看的。对呀，你要没有房颤，人也不给你开。以前30多块钱一颗药。这是没办法，这没办法，这现在倒是。听说这是外国人做的。落价了倒是。是不是外？全自费，不知道。全自费。这药全自费。要不我每月。但它真灵。我妈就不敢拉着这药，每天一片是吧？对，专门治房颤的。这种药是属于西药是中药？西药，西药，它是溶栓的。你说你不吃药真不行，我爸这多少天了房颤，一测就120以上，哎呀，吓得呀，这心率老是最低都100。西药，这西药这一粒儿那么贵？嗨，那谁知道你贵不贵的？它能救命就行了。救命，它这个就说这意思，你这个西药。不是这也就是那个，那叫什么？那化学元素不嘛？不是这那么什么什么就磷了，什么钾了，什么钙了，什么不就这吗？是啊，就这么点东西，你家那么贵？那你研究那个量啊，就做小白鼠实验呐、那么多人在搞研究，再出来，你想他这个前期的费用高，可能是，他就都折里边了呗。只要一般人还真救不了不起。那可不是，你要没有公费医疗。哦不不不，你要是没有哈，有退休金，没有退休金啊。不管这一下就给你。为什么我一人领这药都贵呢？一次都得。是，我知道你。10多盒口。现在还算便宜了，我觉得。便宜多了。那时候1000多一元好像。是有过这么一阵吧？没有，倒是没到过那么长。反正600-700。我记得那时候看完病了以后，你老叨叨。现在反正老超过好几千。抄吧，抄吧，反正救命要紧，是，该吃药吃药吧，反正现在还能承受，是吧？是，没事儿。那个门钉儿肉饼不会做，烙的馅儿饼，我爸吃一个了，爸你吃吧，陈叔，吃了一个这个也咬了一口了，吃吧。那个熬的梨水说好喝，没搁糖，就是梨水那梨也软和那块给它吃了。梨水，你这个烙饼，这皮儿太厚了，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是要是厚了，着急了我就赶紧最后，这两块牛肉，还有他爱吃的年糕，这是我妈新做的雪里红，这是我妈炸豆腐，麻豆腐，要不要再加热呀？那个梨水，有这个吗？行。
你说你回去好好说谢谢张老，张老辛苦了。行，我妈写完了，该我爸了。挺辛苦的，这陪着这多半宿，嗯，不是多半天儿，从九点半，哦，晚上九点半一直到第二天六点。哦，而谢姑爷呢？谢姑爷呢？谢姑爷呢？啊啊，真孝顺，真孝顺。我爸挺满意哈，挺好啊。这不是我妈也是拐搭拐搭的给他炒菜，吃血里红，爱吃炸豆腐，让我非催着我赶紧的，你给带回去。那还真是，关键时刻就看出来了吧。善有善报，人家善啊，他对老人是真没得说。嗯嗯，他挺那样的，是真耐心，是。行，挺好，你俩命好。他是个好姑爷啊，好好的，咱活了一百岁啊，活到九十岁嘛，还那可以往那方面那个设想一下努力。现在人都长寿，没问题啊。你要活到九十岁，还得活那个六七年了。九一百岁再活六七，那哪行？就按现在的情况。嗯，没事儿，这房产吧，你看我妈那会儿都快瘫了，这不是现在也给救过来，这不是什么事儿没有吗？人家还出去转一大圈，上朝拜都自己走着，没事儿啊，您这底子好，行，吃吧，请点赞关注哦。